情考验让平生往日情全泄底了。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是想到初恋的男友，他跟我讲一句话。是现在开餐厅的那位吗？我知道那个男的是谁啊，我真的知道。你要小心一点啊，你以为我没有你的时候曾经出现在某首歌当中。好的，不止一首，而且因为那首歌的故事让他赚了很多钱。